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一堂附魔法会，主尊是真福慧度母，真福慧度母啊。单单听这个名称，真福慧，就表示这一尊度母，好，它本身就是赐福给众生，来真福真慧的。谁想要真福分、真福报、真福气、真智慧？啊，真慧命的，那么以这尊度母的这一种誓愿、这一种特性来祈求，啊，就很符合了真福慧。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真福真慧的。你只有福分没有智慧，那么你对于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很清晰的分辨理解能力，往往就会判断错误。生活起来很多的缺失啊，如果你有智慧，那就不一样了。这里说的智慧，跟一般人的这种聪明啊，这种机灵，这种反应不太一样。这里的智慧，就是了解整个人生的这种生活过程，你怎么样子从小到大就有一个特别的一种计划，不像一般人的浑浑沌沌，不像一般人的就是过一般人的生活。他了解，他从小到大他就比别人还有一份清明的智慧，因为他知道会生就会死，这世界上都是公平的，不可能谁生出来不会死亡。不管你活得多久，不管你活得什么样子的条件情况，反正生出来就会遇到死亡，终有一天会死亡。那么你从小到大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开始会计划自己的人生了。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死，逃不掉的事情就要勇敢去面对。那么勇敢去面对，就要勇敢去怎么样子面对的机制，怎么样去面对的反应，这个就是要有跟一般人不同的这方面的了解了。你就要去吸收，死了去哪里，既然逃不掉，每个人都一样，不管是国王，不管是皇帝，不管是贩夫走卒，不管是健康的，不管是生病的，不管男或女，不管老或少，一定都会死亡，一定都会死亡。不管是活多久，意外灾难的，生病的，都会有。那么怎么样计划你还活着的一种想法，这个就是要智慧了，一般人想不到的。反正就这样过嘛，读书的小孩就是每天上学校去读书嘛，就考试嘛，应付成绩嘛，啊，出来就是一般人找工作嘛，啊，找工作呢就是看能不能赚多一点钱，得到老板的喜欢，啊，能够提携机会，啊，能够更增加，啊，这个身份地位，再增加这个钱，或是能够去做生意赚钱，哦，买房子再买大房子，没有房子买房子，买房子要再更好房子，啊，不然更好地区，啊，换车子，换房子，啊，放这些物质的，一般就是这样。啊，给人家了解你生活很好，穿好，吃好，住好，表现好，就是这样子啊。一般人就是这样。然后等待生病，等待意外，看谁哪个意外发生，哪一个灾难发生，哪一个生病，哪一个死亡，就是在听这些，等待这些。哪一个结婚，哪一个离婚，哪个生小孩，哪一个变什么，被小孩子欺负赶出去不孝顺，都在等待听闻这些。哪个八卦，哪个结又婚，哪个离婚，哪一个打架，哪一个告来告去，哪个成功，哪个失败，就是在等这些天灾人祸，我们都在等这些，听这些。
每个人就是活着好像就是这样子，一生又一世的。那么你希望这一生这样子，来生又这样，每一生都这样吗？有没有一个更好的给我们做一个不需要在每一世都演同样的戏剧呢？这个都要去想哦，这个都要去想哦。好像我小时候很运气，很运气，9岁就死了父亲。也许人家讲你父亲这么早死还讲运气好，是的，因为我从小遇到父亲死掉，所以我就过起生活跟人家不一样，从天堂掉到地狱。我们家6个小孩，只有我一个女儿，我父亲又是医生。在50-60年代、50-60年前，大家都是贫穷的多，我父亲做医生，就可以想象他赚的钱比人家还容易，还有名气，还有身份地位。正好有一年又给他遇到飞黄腾达的姻缘。什么叫飞黄腾达？这是我妈妈说的。他跟一般医生都一样，都是这样子守着自己的诊所，正好遇到一个姻缘。那时候很多人生病感冒，很多人都医不好，频频的遇到这种生病感冒的细菌，医不好，很多人死掉。我父亲大胆的尝试接受，用了一种药叫阿司匹林，那时候美国刚出来，卖药的卖到我父亲那边，很多人没有接受，我父亲大胆的，任何人就阿司匹林、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所以就把那个细菌杀死掉了。很快的，只要到我父亲的医院看病，阿司匹林就好了，阿司匹林就好了，所以一下子，轰，名气广传，连那个什么政府官员、大官员、五院的院长都来，因为那时候难免咳嗽、感冒、细菌感染，哈，所以他飞黄腾达了。人就是一个转运，一个机运来就不一样。可是，因为这样的名气广达，每天上百、上百个病人，从清晨就到半夜，然后他又遇到心肠好，穷人都不收钱，所以的身体就搞坏了，43岁就死掉了。看病看到倒下去，送到医院，末期的胃癌，2个月08天就死了。死的时候才虚岁43岁，43岁很年轻哎，主岁才41岁多哎，就死掉了，留下6个小孩。所以那时候那个环境，我是公主哎。砰一下死掉，真的，我那天还在讲，我父亲死了，大家哭成一团，我也很难过啊。去学校我都还莫名其妙的，好多小朋友就来羞羞脸，在我的脸这个画一下，那个画一下，羞羞脸，羞羞脸，父亲死掉了，爸爸死掉了，羞羞脸。啊，这在小孩子的玩戏里面，羞羞脸是很丢脸的游戏哎，很丢脸的侮辱哎。我不知道怎么去应付，父亲死了就羞羞脸嘛，就丢脸的事嘛。对，那时候没有人父亲这么年轻死的。对，我父亲在那个学校很有名气的。对，我父亲帮助了很多人，但是突然这样子的一个名气的人死掉了，你说我怎么度过那时候的时间，那时候的环境？我跟我妈妈讲，我妈妈只有更哭更伤心，没有人可以倾吐了，因为在跟人家大人讲，大人就默默只会掉眼泪哭几声，啊，可怜啊，可怜，没有人会解释，没有人会讲，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什么，因为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没有人去接触死亡是什么，死亡去哪里，为什么会死亡，没有人可以给你回答。所以历尽世态的颜良，从小在内心里教民9岁，十足7岁半，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社会，这整个的情势世界？就从小就别人都在玩，别人都在怎么样，我们就在找寻答案。
一直在找寻为什么人会死，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就这样嘣不见了，这么高大这么壮的人怎么嘣就不见了，他到哪里去？学校的老师不能回答，任何你遇到的长辈不能回答，同辈的小孩羞羞脸，只会跟你讲羞羞脸。那时候家里有人死了就要披麻戴孝，就会有一个麻布或什么别在衣服上，夹在头发上，一去跟同学在走路下课，马上家长就把你推到旁边，不准你跟小孩子站在一起，会带衰运来。三年不能到亲戚朋友家，因为你家里有死人。中国人那时候的风俗民俗是这么残忍，同学都不能跟你靠近，因为怕你家里有死人的印的这个气到你，到你小孩子身上、朋友身上，到家里。那时候很分明的，你一带上那个，人家就远远的就不跟你靠近，去买东西人家就赶快跳开来，怕你那个衰气，家里有死人的气跑到他们身上。现在根本都没有人知道谁家死人谁家怎么样，以前很清楚很分别，要带三年孝。小孩子懂什么？不知道啊，大人给你这样你要这样子啊，很残忍的。所以我从小的生活就一直在找寻为什么人会死，谁能告诉我死了去哪里，为什么从此就看不见了听不见了。以前我历经的基督教，读基督书院，我现在走向佛教，皈依真佛中，我找到了答案。我很庆幸我开始很小就开始找寻这答案，所以当我发现到以后，当我知道以后，哇，整个心都打开来。然后知道了以后的答案，不断的去宣说，不断的走遍五大洲，不停的一直去告诉人家，人们不停的一直在解释，引领，跟大家教育。不管你学了什么东西得到什么，就是这个死亡教育，人们从小就没有学到，就拒绝去学，很可惜。可是人都要死，不是别人就是自己，这一门的教育我觉得是人生最重要的。因为你学到了，你才知道你这一生要怎么活，如果有来生你要知道怎么活，否则你所追随的通通都会因你所追随你的而付出代价，一世又一世不断的轮回。这是真实的，这是我个人的体会。所以我即使在病，我即使是在身体有什么状况，我即使家庭再怎么样，我都不断的一直能够走，能够说，能够做，做到最后一分钟。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一世我要怎么活了。那么如果你做不到，你不愿意做，你不清楚，那你这一世就叫做白活了，就叫做白活了。一天早上起来看到太阳，晚上一下天黑了，太阳下山了，这一天你怎么做？白活了，白过了。你也可以在电脑上玩 game 一整天，你也可以跟人家八卦一整天，你也可以抱怨埋怨骂人一整天，你也可以去 shopping， 你可以吃东西一整天，都可以。你怎么过？看你真正能够过得好日子的，他的心整天都是很心平气和，整天都非常安详自在。如果过得对的话，
如果过得不对，怨这个骂这个，骂老天，骂土地，骂地，骂天骂地，骂国家，骂众生，骂亲人，骂朋友，骂周遭的一切，连过个路路不平也骂，能坐个椅子椅子歪也骂，能流个汗都骂，没有一样顺你的心，就是这样。但是你过得心安理得，你付出了你觉得该做的，眼光眼睛清澈，不浑沌，肩膀不弯腰驼背，永远挺着。一个人气正，姿势就正，这是真的。你再痛也不会弯腰驼背，我在腰骨痛我都没有弯腰驼背，那顶天立地嘛，顶着天立着地，一定要很直的，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做个正当正确正直的人，正气的人，正念的人，说正语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你要承担老天跟大地的赋予，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不亏负天，不亏于地，不亏于人。那你就要好好的了解你做人做什么，你来这一世做什么？你为什么又要来到这个人间？来到这人间做什么？这一世你可以不必再来呀。既然如果人有轮回的话，你明白佛教讲你可以不要来，为什么你又来？你又陷在这娑婆，你来做什么？来这样骂人，来跟这个人争成冤敌债主，来做这些事吗？你会觉得不需要。就像你要去一个地方，你要去拥有这个地方，你要去拥有这些物质的东西，你要问自己，我需要吗？我真的需要吗？需要这个人事物吗？真的需要吗？问自己，我有地方放这些东西吗？我可以用到这东西，发挥这个东西的力量吗？都要问自己。问到最后叉叉叉叉叉叉到最后，你真的不需要，所以你拿这个东西要就会放下，这是真的。很多事情要自己问自己，听自己的声音，我真的需要这个吗？我真的需要这样吗？你问自己，我真的这一生要这样过吗？问自己，自己是给自己最好的答案。你可以一直问问问问到最后，不需要，不需要，不必要，不需要，不必要。我要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吗？帮助自己，帮助众生吗？帮助他人吗？我不断的一直重复讲，以前师尊有这样子教过我，未来，未来你要走这一条路，你要做人生的事，你总是会遇到瓶颈，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自己问自己，做这个事情，要这个东西，可以利益自己吗？是的，我喜欢，买这个衣服，我喜欢穿。买这个皮包我喜欢用，吃这顿饭我喜欢吃。那么除了利益自己，有没有利益他人？没有啊，我这衣服我自己穿，哪有办法利益他人？我这名牌皮包我买了，我自己用，我爽啊，我高兴啊，我自己赚钱啊，有什么利益他人？利益他人就不就给人了，就送人了。我吃这个当然我喜欢才吃，我可能哪可能去利益他人给别人吃？神经病才要花钱给人家吃嘞，好贵的一餐饭，好喜欢的一栋房子，你每一样都去问。如果只利益自己不利益众生的，在师尊的说辞教导不要做。如果利益自己又利益众生，
做，自立立他做，当然要做。如果利益众生但不利益自己，不要做，千万不要做。不利益自己也不利益众生，更不要说了。像吸毒，像抽烟，这些对自己都是有害的。抽下去让自己肺部有问题，让吸出呼出去的烟让人家二手烟，一点都没有利益啊，自害害他，不是自利利他。所以都要用智慧去想，我做这件事情，我去这个地方，我要买这个东西，我要用这个东西，我要拥有这个东西，自我去省察。如果问下来可以自利利他，当然去做，但对自己都没有利益，对众生有利。在师尊的教导，在活菩萨的教育之下，更要争取去做，自己一点都没有利益，更要争取去做。这样做起事情来，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了。一般人都是追求利益关系、利害关系，才要有那么样去表现一下。我就是二十几年前领受师尊的这样子的教育观念。我遇到什么事情，不是一直追着，哎呀，师尊，我能不能做这个？哎呀，师尊，我怎么样？没有，我就开始自己整理自己的方向。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所以那时候有一年，我三个小孩在得水痘、出麻疹，chickenpox 这样子，一直在发烧，开始脸上在长痘，一个传染一个，三个都在发烧，还小，很小，2岁、3岁、4岁，这么小的小孩，家里没有请人照顾。周师兄问我，这样的现象你还要出去吗？你自己家里就小孩都在病，你还要丢下沙门去弘法吗？来表现你的伟大慈悲吗？你的小孩就不是众生吗？我是妈妈，我是生他们的母亲，我心不痛吗？我心不难过吗？像针一样在扎，像刀在刺，那么小的小孩都在生病发高烧，可是外面已经排满了一个月的行程了，20-30个道场。我到佛堂，我上支香，请菩萨给我答案，要怎么做，去还是不去？老天佛菩萨没有给我任何的指示。我知道没给指示就是看自己， yes no 都没有，就是看自己。我不能把问题丢给别人来问，是自己的问题，去跟不去是自己的事，不是佛菩萨指示。去跟不去好应该的，不好你就埋怨别人。我知道老天的意思，所以我就站着看他们。我相信也一定这次法会一路走20几个道场，一定有很多家庭像我这样的问题，有病的，有灾的，有难的，他们希望你去主持这样的法会，帮助他们，开导他们，增强他们的善根，消除他们的恶因，让他们能够清醒自觉，来利他自利。不是我说了才会增进这个，而是人是需要打气的，去分析的，去提醒的，我们就是在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我自己就在那边衡量，我家里三个小小孩生病，这一次20几个道场，也许几千人，我几千人一个平台中，还是三个小孩子中，马上就知道了，几千人的就中，三个小孩就轻了，我就自己就决定了，行李皮箱拿起来就走了。小孩看到我走，就开始叫了，妈咪 don't go， 哎呦，那个小孩子的腿跑啊跑啊，抱住你，妈咪 don't go。 你说你是肉做的啊？我叫我大儿子说，
把他们带走，因为周志荣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又失踪了，把他们带走。哇，妙华这样子，另外一个妙心阿弥陀佛也跑过来了，妙正还不太 会走，只能躺在床上哇哇会哭，被姐姐一吵都会哭，你怎么办？摸他们的头烫得不得了，你走得出去吗？只要是利他的众生，不利益自己更要做。我记起来了，你们说呢？所以这样走下去的结局，回来我三个小孩并没有病死啊。我爸爸以前是医生，我们出水痘的时候，哇，我妈妈拼命的退烧啊退烧啊，哇，拼命的抱在我哥哥弟弟身上，因为我一直发不出来啊，要传染了、啊、传染了、啊、对不对？要传染了、啊、可是他们都发得老半天，我就是发不出来啊。从老大发到最小，我就是发不出来。哇，看到我哥哥他们发得一塌糊涂，我也有烧，一点点退烧药我就全部就凉了，他们就退不下来啊。照顾得这么仔细，护士、医生、佣人十几个在照顾。我那个第三的哥哥今年过生的，过往的就烧坏了，一个不小心，还是因为他的因缘业障，当他退烧了，眼睛就烧坏了，一千度近视了，五十几年前。你以为在身边照顾就没意外灾难嘛，就没有业障现前嘛？我交给老天了，我就往前走，25年就是这样走过来。这个堂成立25年，这资仙更长更长。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自己要有一个目标，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有目标才有方向，有方向你就会朝着方向走了。每个人都是有方向，来的时候有方向。今天是紫莲堂办真福会法会，时间地点有方向就来了，回家各个都有回家的方向地址，就会回家了。你如果找不出方向，你就迷失了，像流浪的人一样。所以你们整个人生要有目标，要有方向，这样的人生过起来就是不一样，非常的有活力，有朝气。你如果没有目标，好多人好浪费人生的时间资粮，活着不知道为什么，很可惜，很可惜，我们是不够时间了，不够手，不够脚，难怪千手千眼要出来，真的不够啊！两只手能够拿多少，能够做多少？像我这样子的忙碌的人，世界各地的人，你看。我们紫莲雷藏寺没有钱也是你的事，你要去号召，你要去想怎么样筹款。不止这样，里面的佛像、金身、坛卡，谁来帮忙？谁来设计？谁来去找什么工厂？又丢给我了，我要去爬，要去问，要去找，要去比价，要去这样子。你看好辛苦哦，你们好幸福哦，一做就可以了，什么事都不要去烦恼，只烦恼自己琐琐碎碎的事情，气这个人，气那个人，气这个事，气那个事。我们要跑好多地方，想好多事，做好多事，时间对我来讲真的不够用啊，再活100年也不够用啊，每天都非常的紧啊，时间啊，时间啊，要做的事这么多啊，时间给我这么少，24小时，睡觉晚上一扣，人家休息一扣，假期一扣，大家没有做事一扣，没有时间了。时间啊，有的人一觉可以到很晚，自然醒，命很好；有人不必做这些，命很好。
啊，我们很多很多的事，真的不停的这个灾难那个灾难。你看，像这里，你看，哎呀，有个人几小时前梦到什么姐姐撞到头部，哎呀，怎么样？赶快加持哦，这个，哎呀，不停啊。连这个美国现在经济这么惨，我们都要为美国来祈福啊，菩萨说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为美国祈福哈。是的，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个人有在修，可是我没有把这个观念教导出去。为我们的真佛宗护摩目都有写，修法都有回向，为紫莲堂、为紫莲藏寺，我们都有求。可是我们居住在的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这种心念，希望这个地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希望你这个地方大家所居住的个个都平安，出入平安。现在整个国运国势不像以前那样，虽然我不是生长在这里原居民，我是移民来的，但是看到这个国家在衰退，看到别人对你这个国家的语言不敬， 瞧不起这个国家的现在的弱势，我们也会难过啊，是不是呢？也会觉得怎么办呢？可是运气、时运、时局确实是这样。你们住在这里面不清楚，去到外面看人家瞧不起的声音，你心里也会难过。就好像你在真佛宗或是在这个紫莲堂，你出去被人家指指点点批评，你是不是也会难过呢？你生长你的家庭，人家批评你的父母，批评你这个家庭的人，你是不是也会跟着不舒服呢？这是自然反应。可是为什么他会这样？病了，这个国家病了，衰运了，运气有高有低，他病了，谁病了我们就替他祈福，希望他能够消灾解厄。那么这个国家病了，有谁去想到赶快让他富裕起来？病了，整个照顾我们的这块美国的大地病了，有谁去医疗他、帮助他？这个土地如果常常用化肥、毒药、农药一直去种，这块土地即使不再去种，收成了，这块土地听说用这样的这个农药、毒药啊、化肥去弄，这块土地不能再种任何东西的，至少那块土地要恢复至少都要七年以上，因为都是毒药下去攻击这块土，这个地它种不出好的东西出来了。谁去破坏这个土地？人们。是谁？农夫。农夫为什么要这样？人们要吃啊，谁要吃？我们要吃啊，所以破坏了这块土地。我们是举这个来讲，所以不是我们在为这块土地是精神病，那又不是活的人在起什么福消什么灾，是的，是为我们住在这块土地上做了这些事情还不得清醒的人在消灾解厄，就是这样，没有去感恩过这一块大地，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山、土地、水，我们糟蹋他们了。所以呢，现在很多的问题，不再像以前的强国了，让人家哦，听到美国好羡慕了。我接触过有人，他才不要到美国来了，美国现在穷了，要的东西我们都有，为什么要到这个国家去？而且在我们的国家贵得一塌糊涂，到美国便宜得一塌糊涂，哎呀，那个是烂货，贵，有钱的人要买贵，谁要买便宜的？是不是同样的钱，人家在那边可以讲美国算什么？现在你怎么办？确实人家的现象是这样，我们住在这里
拿人家这里的福利，拿人家这里的保安，拿人家这里的一切国家给予我们的保护安全，很仔细，很谨慎，很讲究，很小心。你看，走到世界各地也不需要脱鞋子过关吧，海关的，就只有这个美国要脱鞋子。你看我们穿的这个法衣，哎呀，是最麻烦，因为是裙子，长袖，这种肯定都要被免费麻撒起的，因为怕你里面包什么，藏什么。只要你穿裙子进去，就已经到一边。除了这样子，手拿起来，这样那样，还要全身这里摸，那里摸，那里摸，哦，这样摸，脚又变成这样跨，又那样跨，就是这样子。好，我前阵子过关，我都忘记把我的那个副腰的拿下来，哦，摸得可厉害了。当场要这样脱裙子，要拔出来，要脱给他们，他们才放我。否则那是什么？为什么铁条？那是带什么啊？我说我脱给你看好了，对吧？有一次还穿这样子的法衣啊，不是披的这个法衣啊。那个检验的小姐要我全部脱掉，我说我里面没穿内衣。她说 I don't care。你这个就是叫外套，穿不穿里面是你的事情，但是你要脱掉，就这样。我叫脱掉，里面即使没穿，所以我现在要穿一件。我那时候这个是一块布遮甲的，因为我怕热，我现在一定要穿带有袖子的，因为曾经被人家这样子就要脱掉，所以我现在要穿件内衣。很难讲啊，真的啊，这个东西会藏啊，人家担心你会包着什么，绑起来什么啊，很麻烦的。所以有一次我要过关的时候，我就在过关行李过去，我就在外面脱裙子。哎，不需要不需要，我说要的，因为等一下你们要摸我，我直接这样给你们看，我腿没有夹什么，放在这里过去。然后衣服我里面穿，我就这样光溜溜出街，不是光溜溜了，就好像以前曾经有正好这样子检查，有一个女的就穿比基尼，哎，怎么这样子？因为你们这样看得一清二楚，来讽刺这个海关，穿比基尼，对吧？比基尼内裤内衣就这样走进去了。上飞机也穿比基尼，你们要查就给你们查得清楚，给你们看个快乐一点。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困难，我们要回向给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变成这样，因为人心的问题，住在这一块土地上的心，人的心变了，思想变了，心态变了，大家拼命的要追求所谓的物质的欲望，自私了，心狭窄了，都想自己了，要侵犯他人了，要占有他人变自己的了，就会变这样，都埋怨他人了，都指责他人的错。告诉大家，如果很简单，我们在当中，在一个房间里，有人放个屁，是不是大家都闻到？尤其是在电梯里，哈哈，密不透风的电梯，噗一声啊，谁承认？承认也没用，都放都放了，臭都臭了，闻都闻了。我跟你讲，你们没有被熏过臭屁，会臭的，衣服会臭的呀，头发、皮肤都会臭的呀，我被熏过。就在我旁边放了一个臭屁，出去了啊啊啊！香水一喷，大家都香；臭气一喷，哎呀，都臭啊！这是有形的，我的意思有形你碰到，可是屁是闻没有形状的，这从屁股嘣这样出来的。
我今天要讲的，无形都能够感染这样的臭气，更何况你嘴巴吐出的臭话，不实的话，虚假的话，妄语的话，你看知道你那个空气出去多臭多脏吗？范围多广嘛，那别人 catch 出来又继续去放，这土地会干净吗？会清香吗？你住的环境会清香吗？你上学上班做事的地方生活的环境会清香吗？这个臭那个臭，这个臭那个臭，这个坏那个坏，这个骂那个吵，这样比喻这样明白吗？各位，所以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工作？我们今天的真佛宗，我们今天的紫莲内藏师，我们今天的紫莲堂就是在做这些工作，我们今天的紫莲学校传播的就是这些教育工作，这样的心态，这是我很早以前就明白了，可是我怎么讲都很难让人家明白，所以很难让人家改正。但是我不能因为别人不改，我自己就跟着堕落，跟着大家一样邪行邪念，我还是要一定要表现黑暗中的光明，永远要点亮自己，别人在黑暗至少有给人家照亮的时刻方向。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工作，有谁会去想到为自己的国家来做这样？现在活在美国多少亿人口？2亿多了吗？还1亿多？你们谁知道美国现在的人口多少？谁知道这个？你看我们都很糟糕哦，生活在这里都不知道美国现在多少亿。在座的美国公民、美国移民、美国，你们知道美国现在多少人口吗？看我看谁？2亿，以前2亿，十几年前是2亿，现在应该是至少超过2亿。这个话我也会讲，就好像现在全世界人口有多少，有谁知道吗？50亿、60亿，没有人去关心这个的。Not my business。可是你是这几亿当中的一个啊。就像众生，谁去 care？ 众生又不是我，是的，众生就是你，你是众生里面的一个小沙沙、小粒呀、啊。就众生的福祉，就是我们的福祉啊。没有人去在乎这个，去思想这些。今天是你紫莲堂的同门法师啊，你不 care， 你不在乎这样子的一个道场。兴旺，人世安详和和，你是这里面的一个啊。学校的师生、学校的老师、学生一样啊。你不 care， 你不在乎你在学校你的表现，对外出去的应对表现。这个学校师生就是你一个啊。大家的心都不这样子想，当然，至少门前雪。管他瓦上霜，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这个世界才会病了，这个国家才会病了，这个社会才会病了，这个家才会病了，这个你所出入的地方才会病了。病的结果是什么？就要医病啊。对于这样子的大的这么快的病人怎么医啊？也不见得去找对医生医得好啊，怎么医啊？所以我们现在祈求真福慧度母菩萨给了我们这一块的学习，让我们增长一下福慧，去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替美国求真福慧。他的经济不稳定，他的国家不稳定，不再像以前说话
人家信了，他的信用不好了。以前是老大哥，现在人家不信他是老大哥了。以前说什么，人家就拿出来来当骄傲的靠山，现在没有了。输送出去的东西，没有什么人欢喜了。看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地产，人家是节节升高，我们是大部分节节败退。我一直在说我们的宿舍就好了，几年前最高的时候，紫莲堂买个宿舍给学校的学生来住，哇，80万啊，美金啊。前两年啊，收到政府的地税改变了行情，地价变40万，一下就掉了50%。什么嘛？什么是什么？气死人了，对不对呢？怎么会这样差这么多？这表示什么？表示整个的局势、经济、一切就掉这么多了。有我们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可以大部分看得出来了。大家都经济都缩水了，行情都缩水了，不再像以前。你看我们有一年，哇，经济在旺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面的我们的同门，个个都是股票，哇，几十万几百万，个个你看那个样子走路都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哇，那个气势啊，哇，人还没有来，风就到，走路都有风，就是这样，人还没有出现，风就一阵就扫过来，个个都很有风啊。你问他一下，你的股票现在怎么样？行情多少？200万？你多少？100万？300万？50万？70万？80万？400万？啊，现在呢，个个都这样，都是怎么样？你看国运，国运啊，国家的运不好，住在里面的运也不强到哪里，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一起替美国来求一下，争一份福，争一下会吧。大地怎么争？是住在这里面的人啊，住在这一块土地的人啊。我刚刚在上香看前面有个这个美国的地图，好像一只斗败受伤的公牛还是什么，两只脚好像伤了缺了，整个身体这样啊。斗败的那把什么水牛还是什么斗牛还是什么牛说不出来了，那脚也断了，那公牛起来都断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了，我刚刚突然感觉到是这样，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就好像人家说，哇，这个中国现在运怎么样？哇，这台湾怎么样？我说稳是合一的啦，怎么样合一？那台湾斗不过啦，你看，你看地图。哦，中国变成一只鸡，公鸡鸡母，嘴巴正好弯下来，小台湾像一只米粒，啊，呵呵，吃笑了啦。我那是看地图的啦，很直接就这样反应啦。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想，反正你们回家就看地图啦。米又不要远一点，又正好是待在下面，嘴巴下面，是不是一粒米还不够他吃的啊？呵呵，蒙古一说就变成一只母鸡了，对不对？形状一变啊，我们现在这只是什么？那我们的美国是什么？啊，那个形是什么？啊，脚也没有，那个头上的脚没有，那个脚也受伤是吧？我看一下一张来看看什么样子，那边还有没有？在不在？我不知道了。嗯，这样子，那这身体。你的脚，
对啊，他即使是仰头，叫也是受伤。地也有地形哎，是不是呢？不知道我们有这一只这么庞大的牛，那这只脚断掉了，是不是呢？那后面的脚也断了，至少要四只脚吧，对不对？脚都这样断的，这样后面也断，前面也断，啊，斗败的公鸡或是狗受伤都是走路不稳，人也一样，把它弥补吧。世尊曾经说，在美国有四个地方要结界，很多年前在他闭关的时候就讲，就预言了，但是有谁去做？找出来呀、啊，谁好心啊？哪四个人自愿贴补机票的？载着附魔灰，带着清净的东西，飞到美国四个角去结界吧。已经很多年前在书本上就讲，有谁真的为这样去做？保护一下吧，美国强，我们住在里面才安呐、啊。否则每次你看过关就要脱鞋子，全身衣服都要拿掉，有皮带的通通要拔掉，所以每一次过关你就看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又脱又穿了。什么地方国家是这样？喝口水，哎呀，最气就是正好过去一瓶水刚买在里面，哎呀，要丢掉，被人家拿掉，口渴得不得了，没有用。什么东西都这么小心，什么东西是哪心灵哪会安呢？这样子不安，安心的地方住的怎么会安心？人民怎么会安？那我们一起来为这块土地祈求争一份福，争一份智慧吧，让活在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众生心安理得吧。好，最重要要人心清明，人心清明，善根增长。善良的根如果没有多一点增高的话，增长的话，你都没有善良的种子，做什么事情就乱七八糟，胡说乱为，当然心不安理不直了。好，让我们再一次吧，我们真佛宗紫莲堂在大家都皆睡之下，我们独醒的状态，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do something。 美国强，气势强，世界就强，他就能够有力量帮助更多人继续当老大哥，要钱给钱，要人给人。现在不强，什么东西都不行，要拿人家的，要侵占人家的，要骗人家都来。以前当老大哥什么都有，都不稀罕这些小小小小小小的琐琐碎碎。弱了就不一样，当你富有的时候，你哪里看这些小小碎碎的？你弱了，你虚了，你穷了，你没有的几粒米你都要抢啊！表示我们住在这块土地的众生福分薄了，智慧浅了，才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所以在为美国做，也等于是在为我们做，为这一块土地2亿多人口做，为能够被这块土地影响的众生而做。美国毕竟是最大的国家之一，你看这影响起来有多大。今天你们这一坛父母，这是真实的，这一坛父母很大的代价，很大的福田，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尽一份心。我自己刚刚在里面富华跟我讲，上师叫大家随意站住前面
这个翠羽法师折的金子莲花衣服，你看他折好漂亮的衣服，好金好亮，对不对？哦，你看看，大家要多一点给他支持一下，老人家了，80岁了，每天在那边折，都耳朵听到不见，只会折，折好就是希望人家捧场，好，在那边卖，看人家心情好就跟他买，他都不收费的啦，他就全部赞助了。但是我跟他讲，不要这么困难呐、啊，你就全部摆出来，让大家随意赞助，随缘赞助，不必一件件的推销了，不必的。哦，所以他刚刚折得很漂亮，送我2件供养金母，我就把它放旁边，不是要放在金母前面给他穿，所以我的金母就被他折一半了，他开心就好，那、啊、开心，他开心，大家都开心，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啊，这世界就是这样，你要让别人开心，我们就开心，你不让别人开心，我们也不会开心到哪里，因为他一生气。一骂你，你也会跟着回应骂，大家都不开心。所以懂得做人，让人家开心，让众生开心，你必定会开心的。今天的真福会祈求了美国这世界上大国的之一，你美国不好，你就不能帮助现在的欧洲，帮助贫穷的国家，这世界就跟着乱七八糟，没有一个大哥大出来维持给予帮助，各自为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美国，美国国泰民安 啊，这个富强康乐啊，这个风调雨顺，是不是呢？啊，这个经济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复苏稳定。看这一世我们能不能再见到？当你福分薄了，什么都出来啊，一下地震，一下卷什么龙卷风，一下水灾，一下什么都来，以前没听过，现在都来。连吃个什么菜，不要叫人家吃肉，肉都有毒，连吃个菜也有毒。因为农药的关系，那水水有毒，到底你要怎么活嘛？是不是呢？左右前后都有问题。最重要，人心清明，善根增长，什么地方都要善根增长，人心清明。信什么教都没关系，当然信真佛宗最好。但信什么教，只要精神信仰很坚定。正神、正佛、正菩萨告诉你的话都遵行，这世界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因为表面听，内心不信，作为就不一样，当然就问题多多了。阿拉也不要人家战争啊，上帝也不要人家动乱啊，更不要讲佛菩萨了、诸尊了。但为什么他们的子民都不听话呢？像父母一样拼命的培养小孩，照顾小孩，哪要小孩去送死的，去学坏的，去日子不好过的，不会嘛？从小就希望他们好，他们安定，他们平安，他们顺利，都是这样子的。可是小孩都听父母的话嘛？不见得啊，他所做所学所都不会顺他们的心，就有问题了。好吧，讲那么多还是拉不回来。好，就是求啦，求真福慧了。所以刚刚在里面啊，又讲到重点了。我又不讲护法，不让我听。他刚刚跟我讲上师，鼓励大家真福真慧。美国怎么样真福真慧？我们现在在帮大家消灾解厄。要为这个美国来增一点福，积一点福。我说怎么增啊？一个大国家赞助你们紫莲雷藏寺啊？我说美国谁来做啊？哦，你们做啊？就写美国紫莲雷藏寺，你要自己随意赞助或集此都可以。
哎，很好的 idea。我们现在正在飞越星空的星星，也把美国挂一个星星在天上吧。所以今天，圣人来为你所居住的国家尽一份心，随意赞助。啊，随意赞助。我赞助十次，啊，我赞助十次，我赞助十次，来为这个美国尽一份心，就是写美国，不要写那么多，美国，功德主，美国，赞助回向给谁？美国，做什么？好，美国经济复苏，国泰民安，就是这样。经济稳定或复苏，国泰民安。好，你要再加人心清明都可以，就是这样。所以今天的功德就是这样，随你们。如果有赞助的人，虽然现在名单我是临时讲，没有在我这里，但是照样你们写好我这份名单，我会拿到。因为我后天要去什么，去 Toronto 跟你们求师尊加持，好过番，好给普巴金刚侍服回来，我们继续做活动，还放的，因为是为美国啊，随你们赞助。因为今天是跟美国结缘，你们要住在这个美国的地方土地，为美国征服征会吧。啊，希望真回杜母慈悲，帮助我们居住的国家确实能够帮助居住在这里的国家的众生都人心清明，都能够知足感恩，都能够利他自利，帮助这个国家富强康乐，国泰民安。因为自己的国家强盛，也能够推己及人，帮助世界各国。祝福大家一切吉祥。Om Mani Padme Hum。好，这里已经有一个连凯法师替美国赞助紫莲雷藏寺啊十次了啊，我现在在里面才看到哦，你很好很好。好，这里还有另外的啊，这个美国大选，因为这上面要选谁，对不对？你也不要特别说为哪一个党，就是祈求能够选出贤能的人，这四年当中可以利多于美国众生跟世界各地的领导人，这是最重要，对不对？好，不要把经济带得更衰更不好，是帮助这四年他身当总统的时候能发挥他的智慧，发挥他的福分，我们为这样有福慧的人来祈求，让他能够啊帮助众生，因为美国强也能够帮助众生，帮助各个国家。啊，所以我不会跟你讲，我要告诉你选哪一个，对不对？选出选嫌疑人，正是这个四年当中未来的众生灾难多业障重，当然就会选出不好的啦。他就会做出很多让你受苦的，因为你就是要承报嘛。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众生业轻，自然能够选出好的福慧的人；众生业重，自然就会遇到不好的执事者。所以你能怪谁？有时候就是共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法？每天要修法，常常要修法，这个就是在消业。灾难就是业障，消业息灾，消业息灾，自己的业障越轻，你就容易遇到轻的贵人福分的人来帮你照顾你；业障重，自然就遇到这个讨报的人，让你受报。这样明白吗？不要怨东怨西，倒霉啊，神经啊，遇到谁？不是的，是因为你的业障重，你业障现前，你才遇到这些冤亲债主、冤敌债主。就是这样，你越障轻，自然顺顺利利、安安心心；你越障重，身口意常常造业，
自然就遇到不顺心的。这个要连接的，这要智慧这样想，否则永远都是昏昏沉沉过日子，连造业都不知道自己在造业。好，所以有同门关心这个美国的选举，如果众生业障重啊，就显出业障重，对不对啊？众生业障轻啊，自然就会显出业障轻的老天啊，就是这样，对不对？自然而然吧。所以我最怕选举了，是不是？你眼睛现在看得很好，你就投他那一票，以后呢他造了什么业，杀生业啦，贪污业啦，还有都跟你有关。这还是修法那天回向就好了。好吧，我们开始吧。一切吉祥，嗡嘛呢叭咪吽。首先礼敬根本上师、历代祖师，坦诚诸佛诸尊及今日父母诸尊，那么真福慧度母。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嗡嘛呢叭咪吽。哦，还有今天是啊网络直播是吗？啊，今天是网络直播，所以网络上的各位同门啊，大家好。好，我们比较少做网络直播啊，网络直播，但是如果有所条件具足啊，一切都安排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啊网络直播的。啊，网络直播，啊，那么今天啊所做的真福慧度母是专为美国来做的，美国来求的。那么，好，这个刚刚发起了，要为美国真福真慧，啊，这护法神众提醒我，现在怎么为他们，也没办法，我们个人小小的力量。也不能去挽救整个美国经济如何啊，人心如何啊，怎么样子？只能做一个诚心的回向啊，观想整个美国在我们的脑海里，整个美国地形啊，各个州50个州好的这些众生啊，我们把它想来观想佛光的铸造，让他们消一份无明，增一份光明。最重要增一份善根，哦，他们有善良的这样子的一种根，一种种事，他们就会心灵里面就容易有善良，能够清晰明白人事理，做起事情来就会懂得怎么样去分析，哦，去做事，哦，就是这样子，懂得怎么样子能够自助助他，懂得怎么样走在正确的道路，做出正确的判断事物。好，就是给大家一个了解。所以这一次的真福慧度母啊，他是跟我讲说，你们做这一坛应该像这样子的，为整个美国或是为整个什么样的事情地区来谋福利，来消灾厄，应该让更多人他有心要做也可以参与，但是这要靠大家去宣传。然后他跟我讲，他说我们应该每半年来为美国来做一坛真福会，啊，真福会，然后连续要做3年。我说因为我很担心像那个救地灾为加州做21坛，每4个月来做，这样就7年不能动，对吧？因为我是速成班啊，你叫我做什么我不会推脱，你叫我做100坛我也不会推脱，你叫我做200坛、500坛，剩余1000坛附魔我都会去做，但是时间对我来讲是最困难的。如果我一听到我马上就进行，不眠不休，1天8坛10坛都做，虽然你们都东倒西歪了，法师们事业金刚也东倒西歪，啊，正好这个护摩开始，
灯明、哦、开始暗，正好大家就好好休息，对不对？这个时候是最好休息的时候了，所有的疲累都是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哦、补足一下，灯打开、嗯、又再坐起来啊，这是我们都可以明白。那时候我们在做迁徙百坛或是什么这些，我知道大家一天下来六七坛是很辛苦啊，很辛苦。但是就怕你来个几个月一次啊，来个几个月一次。你看我们从2008年啊，杜姆救灾难，杜姆跟我们讲加州地震要来，叫我们每隔四个月为其消灾，好为其解厄，好让这样子的一个工业地灾的灾难的工业能够大化小，小化无。我们2008年到现在，每四个月就要做一次，也不过离21坛还很久哎。四个月一次，一年12个月，就是一年才做3坛。2008、2009、2010、2011年，现在2012年。我们总共这样叫做几坛啊，也才10几坛啊。我要到2014年啊左右才做得完呢。所以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实在是比较长了一点啊。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长了就挂在心上，就悬在心上。我现在啊，我修法回向，我都学修法回向什么？既然我们每一次来都是来还债的，来了缘的，来了债的，来了业的，师尊讲应酬的酬，酬业，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来酬业。那怎么样子来消业呢？来解缘呢？解掉解除的解，缘分的缘呢？来了缘呢、啊、这就是前些时候我告诉大家，我现在我的附魔片上面我都会这样子写，我个人本身的意识里放不下的众生，放不下的众生就会让你世世代代去寻觅，生生世世去结缘，去续缘。你如果清了，连想都不会想，意识里都不会存在的，这就是我们没有去清才放不下，没有去了才放不开。所以你还会恨，你还会骂，你还会想念，你才还会想要去照顾，还想要怎么样，这都是放不下放不开。不管是亲还是仇，不管是怨、哦、还是怎么样，都是这样。所以我现在拼命的一直要消除我的意识里面，不要以为人死了就没有感觉，他人死了他的灵魂就叫灵识，他没有肉体了，他的灵识里面还继续放不下，他活着生前结过缘的亲人朋友，他就是还带着。那么等因缘具足再来复相，牵扯不停，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清，不断的清掉，不断的清除啊，不断的把这些重量的人事物舍不得的，像古董，像你买一样东西，像你活着拥有一样东西你非常的喜欢放不下，像有的人买来一种好觉得很珍惜的，哇放不开，那么你时间到了再见了，你灵魂又回来或是离不开那样你喜欢的东西，还是继续一直抱着，可是活的人看不到啊，是啊，所以他就拿来带啊，拿来卖啊，拿来怎么样啊，然后他就跟着那个一直走啊，那谁一带谁怎么样啊，就发生事情了。我前几天有人转我在台湾曾经做过的电视节目、啊、叩叩叩敲你们、啊、徐雅琪师姐制作的、啊、这个主持的，
里面我正好看到有一卷，我随意打开，我从来都不去看我自己的开示的录音带，甚至于做了这么久我也没去看，正好人家这样转给我，我正好就看一下，因为是我的那个女儿啊，妙华，她说 your video， 然后我说什么我的 video， 所以我就把它打开来，哦 OK， 扣扣扣敲你们，她什么时候她也看这一个，哦，她就讲她的反应，哇太棒了，如果能够翻译成英文，她一定会拿着给大家看，给她的外国朋友看，啊，可惜妈妈讲的只有中文，而且还没有字幕，所以啦，这个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去做，很多人都这样反映过，啊，很多人这里是在美国，即使我是讲中文，下面打字幕都好，好像你们看过外国的电影，啊，外国的新闻，他讲他的语言，可是下面有解释，有我们认识的语言就明白了。他说：“哎呀，很可惜，妈妈，如果你们下面有英文，我一定拿去给我的做事那边的好朋友亲这个什么这个公司的啊，这个因为他是在一个 club 做事，这个 club 是政府的 club， 里面他经常就是跟政府的人员好在 social 的，这很可惜，对不对？”他说：“很好。”这上面啊，我就看到里面很多里面的一个讲解，人家什么事情发生在那边讲解，我都忘了我曾经有过这一幕，因为事情太多，我都一直希望，我的心思里希望我走过不带走任何一片什么，那个叫什么云彩，我以为是一片树叶啊，走过了无痕呐，啊，我希望我每天都这样过，我不要走过还回去看。所以曾经结缘了这么多真佛宗的寺庙道场跟慈善的团体，我走过就忘记了，不回头去看了，我不会去想这个道场从没有到有是我一手帮助起来的，是我扛着很重的佛像去，扛着很重的坛卡，扛着很重自己出钱出力买的金身去那边吆喝义卖，我不会去想这些，走过了无痕了。因为如果你还存着，这是我做的，这个是我的，这是我帮，那糟糕了，又要再来了。你明明走过的地方太多了，你结过的缘太多了，那你每一样都去记，糟糕了。现在就是要让你意识里的重量一直释压，一直释压，你轻了，你的业就了了，你的缘就没有了，你可以不要再轮回了。不要说哦，修啊修啊，修正啊修正，很困难啊，你修正众生的缘还不了，还是会再来解救众生的誓愿啊。这是我自己的解释了，要怎么样子了不再轮回了，轮回很苦哎，所以呢就是让这些所结过缘的任何发生的任何的怨，任何的亲，任何的仇，任何的爱，统统把它放掉，放掉，所以我走过就忘记，我说过也忘记了，我做过也忘记了，不要去想，所以现在这脑袋就空空的，很容易空了。所以你们不要问我说，上次刚刚我现哈达，你说什么？我怎么记得了，啊？对不对？上次你上次跟我讲，要怎么样，我也忘记了。啊，你自己都不记得，我怎么会记得呢？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啊！我面对这么多人，我没办法记你的事情了。好，我记得我去一个国家刚回来，在献哈达，他们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要献哈达，是不是都要来问事？那当然，哇，一下献哈达几百个人，我当然很快啊，就两边了啊，这个啊那个啊，他们从来没有献过有这种解释开示的，
所以呢，各个听得懂听不懂都不知道。人走后就一堆人了，那靠这个人借那个人或是自己的，刚刚上师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啊，上师，你说什么？只讲一个字，讲一个字，我怎么知道？那就譬如说，哦，要什么？要什么？啊，上师，你叫我要什么？对不对？我就看着他，要做善事，要做功课，要什么？是吗？我好像没有说要做功课，有要做功课。啊，做什么功课？啊，去念一千遍的《高王经》，去念啊100万遍莲花统心咒，没那么多吧？就是这样的。我说是啊，你要问就这样子啊，对不对？啊，所以这整个来讲。你要记得，我真的没办法帮你记啊！你要来问，就新的答案给你。嗯，就是这样子了，我没办法啦，没办法记那么多，所以这个整个来讲，现在脑袋空空，这也就表示什么？很多事情真的要轻，轻松的轻，很轻的轻，没有重量的轻，清洁的清，清净的清。就是要清爽，就是这样，要清了，要清了。当你的房子房间很杂很乱，当你走动的空间越来越没有，让你的心非常的烦躁，非常的闷，就是要清了，要清了。对，就像好像我昨天才在跟我那个小儿子妙正讲，妙正啊，你要吸地毯清一下，你家的狗毛很多，才清过的啊。我说那就要剪他的狗毛啊，所以他就打电话 ，haircut how much？haircut for dog， 哇，一只 dog， 免洗带剪，哇，要花4个小时，要80块，我自己来剪好了。我说你至少去剪一次，看人家怎么剪吧，要80块啊，我自己剪才10块啊，对不对？我两个月剪一次，12个月也不过60块，我狗要花80块，所以他就买一只剪刀，去，我回家一看，哈哈哈，这是狗吗？省钱也不是省到这样啊，对啊，所以这个整个来讲，嗨，人生啊，真的，你在买的时候，你就自己要问自己，我买来做什么？我需要买吗？我可以做到我买回来这样的照顾吗？我有地方养它吗？我可以恒心养它吗？这个都很多东西，你要拥有以前自己先问自己，要结婚以前先问自己，我可以继续爱他吗？我值得一生爱他吗？他骂我打我怨我吐我口水我都爱他吗？他口臭嘴巴张开我爱他吗？我还继续爱他吗？他没有钱我还能够爱他吗？他生病了残障了我还继续爱他吗？问自己啊，都要问啊，你的爱永远不变吗？他老了继续爱他吗？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冤偶啊，都没有仔细问自己，了解你的所求所需。我做的工作真的是希望喜欢去做的嘛？我所学的这个是真的吗？那问了以后，可以利益自己吗？可以利益众生吗？我当初走向这一条路，我谁知道我今天走向这条路是这样子？没有啊，那时候哪有那么伟大的试验？反正就是一路走进来，就头就崩就栽进来了，然后就越做哇，哪有这样子的啦？修行是这样子的，要没有自己的时间，要没有自己的金钱，要没有自己的生命，要没有自己的感情，要没有自己的家人，
什么都没有啊，哪有这样子的啦。但是你仔细去想，佛教讲因果，佛教有因果，有轮回，有生生世世的轮回不断，有所有的祖先，历代祖先，冤亲债主，甚至于残生灵，有这些名词，有这些观念，有这些跟随的众生，有所结过缘的众生。结过缘啊，你们有结过多少缘分啊？怎么清，怎么还，怎么了，很困难啊，真的很困难，非常困难。所以真的人生就是这样，你多看，你多听，你多说，你多用，你多吃，你多接触，你就多念头，多想法，多结缘，多放不下。这是真的。你想了，你要做一个清净的人。就像上个礼拜去到西雅图，跟师尊正好在彩虹雷藏寺吃饭，师尊就讲到什么叫圣人。这世界上很难有圣人，根本没有，几乎没有。什么叫圣人？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这个才叫做圣人。这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不听、不看、不说的？你听到，你就会受到影响，你的念头、你的心灵会受到影响，你看、听都会受到影响。影响嘴巴就要出去，受到影响诱惑以后就要出去，因为听看是进来的，说是这样出去的。你要表达你的意见，你要说出你的想法，那你看跟听是真正的正确吗？是真实的现象吗？你以为是，有时候不见得是。大部分你眼睛看的都不是真实的现象，甚至于不要说听到的。以前我就常常比喻孔子颜回啊，孔子是我们中国所谓的圣人啊，他的72位的得意门生其中的一个颜回，是专门在照顾他的侍者，三餐负责的，每一次烧好饭马上就是端给师父吃啊，老师吃啊。有一回就是看着他烧好了，打开饭锅了，盛饭了，孔子就像平常一样等着要吃，结果眼睛就看着在他的跟前，饭拿起来就开始自己先吃了，吃完以后饱饱吃完，嘴角擦擦，然后再来再盛第二碗，盛好才来给孔子吃。孔子当下就训他，平常是怎么教你们的？尊师重道，平常是教你什么的？哒哒哒哒哒。结果颜回就听完老师的教训以后，就不卑不吭的跟老师道歉：“对不起，老师。好，刚刚火稍微旺了一点，大了一点，所以有点烧焦这个饭锅的里面的饭，所以学生。”弟子学生怕这些烧焦的饭给老师吃了，对老师健康不好，所以我就把那些焦饭盛起来，我先吃了，剩下来没有焦的饭，白白的这个饭粒才盛给老师吃。如果他不解释，没有机会解释，那你就以为自己看到了就是了，以自己的判断力就以为他今天肚子饿了，来不及盛给老师吃，自己先解决了，就是这样。
那你还可以再加诸很多材料在他身上，这人个性不好，平常就是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就来了，话题就开了，问题就多了。你看到受影响啊，你的眼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一般人都是受到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嘴巴就传，就乱说了。所以圣人是什么？不要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那这种人哪里有？师尊就说有啊，生出来眼睛看不到的瞎子，耳朵听不到的聋子，嘴巴说不出来的哑子哑巴，还有身体残障躺在那里不能造业，瘫痪植物人，这种就是最清净的圣人了。听了会不会昏倒啊？啊，圣人原来是这样。所以各位，如果你自己或亲友生出这样的小孩，不要伤心，不要痛哭，不要撞墙啊！我们生了一个圣人啊，哑巴瞎子聋子一起来，还残障瘫痪，做了多大的功德，生了一个小孩，这一生都不要造业来了业的，每天给他供着上香拜，他不会造业，他完全看不到听不到，不会说的，身体又残障躺在那里，受人间的烟火供啊，就像我们桌上这几位这样坐在那里的，对不对？让大家拜啊，圣人啊，圣人就是这个样子。不然怎么说，连孔子被十几亿人口称为中国的圣人，都还看不清真实的事实啊。所以做人是不是很艰难？我们因为没有无上的智慧，所以我们看不清所有的事项，我们就会判断错误，判断错误就会造成错失，然后为了这些错失，世代要修法或消业，或是拜佛拜神，或是种种来消这个灾难。哎，所以现在我自己心里就去想，我不要啊，我不要，也不是现在，从以前就这样，走过就了无痕，不要去再去想什么，去做什么，什么你做过什么，或你付出什么，没有，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千万不要到意识里来。哇，自以为什么，没有没有没有，千万不要，一旦有所作用，糟糕了，来了，又增加重量了，哇，来世肯定来了，你就来，这次都修不完了，还要来世来，这重量就一磅一磅的加，一斤一斤的加，不要啦，不要啦，我现在就是这样，这种感觉很深刻。既然是来了缘了业，所以才需要做事，多做事，要做得到，就是因为前世有因，要帮得到，也就是前世有因，你也等于是在还，你哪有所谓的帮，哪里有所谓的付出，钱是欠的。所以呢，有同门说哪一天要请我去吃饭，我说好，我们找一间，钱是欠他的，不是你爱吃，你喜欢吃，你那一天突然想要去，或是事先喜欢安排去，你欠他你才去得了还他，否则那么多家为什么你不去还，跑到这一家去还，买什么东西都一样，你欠他你才会还得了他。说清了就是一个角度，就是这样啊，你什么人不生去生他出来，从小就把屎把尿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吃亏，不用不买不吃，就要买给他照顾他还他债啊。他为什么不买给你，你要买给他，他又没有说他要
你就拼命要买给他，一个奶瓶就够，你买那么多奶瓶干嘛？是不是呢？一件衣服就够，你买那么多件衣服干嘛？你欠他，就是这样子，就欠他。那欠他，所以你一直拼命的要给他。那还清了就好，那你不要高兴哦，人家欠你，你拼命拿，以为人家应该还，你错了，你来辈子又开始换你还他了，两不欠，互相不来往，最好了，你也不要给我，我也不要给你，那怎么办呢？那欠了怎么办？那暂住指连累账事，就是这样子啊。我学生时候，我要帮周师兄哈买什么东西，他缺乏什么，多少钱算一算，不给了，赞助之类的账事。我要帮小孩子怎么样捏一捏，这一段吃饭出去多少钱，替他买什么多少钱，一次之类的账事，好，就是这样子啊，就把它还了啦，是不是？他又有功德，两个债又还清。那吃掉吃掉了，没有也没有了，就是这样子啊，越还这个功德越快，庙以后盖好了不需要你了，你就功德力没有了。我们现在去参观人家的庙，以前那些庙都是别人盖起来有功德力的，你想要再赞助他，盖好了赞助什么？香火咯，买点香来添而已咯。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急需的时候最重要，力量最大啊！这个指连雷藏寺目前急需，在这样经济衰落的时候，全世界经济都衰落，很多人从有到没有。我听到在台湾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门来问事，他现在找一个工作的价钱，一个月的价钱薪水，好不容易得到一个高考，你知道在台湾高考多辛苦吗？他考上，他去做事了，一个月才22000块，还硕士嘞，台币嘞，他连租房子吃饭都成问题，做还是不做？大把人要去做，他那个工作1000-2000元去应征，怎么办？我一听到我都吓呆了，比我30几年前离开台湾的时候的行情一样，都没有什么升。那这30几年是怎么一回事？福分没有了，就是这样子了，大家的福分减弱了。但是你说好还是坏？不知道。美国报道，以前小孩子都18岁以后就出去了，没有这个父母大家在一起养老的观念啊，父母跟小孩住在一起的观念，现在又开始轮回了。因为小孩子没有办法生存，工作找不到，经济不好，哥哥又回来了，跟父母住了，因为住在父母身边不要出房租，又开始了。你说是好还是坏啊？不知道，又开始现在老少在一起，有的沟通了，有的住在一起互相照顾了。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那老的本来可以清静的，开始又要煮饭洗衣了，又要买菜了，又要煮弄烧弄给这些不能自立的儿女了。好还是坏啊？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整而言之，好跟坏很难定论，这世界就是轮来轮去，一波高就马上一波低，马上就是来来去去的，永远无常。记住了，娑婆世界就叫做无常世界，没有一定的，没有永恒的，永远一直在变。
仇恨的时间过了，讨报的期限了了，没有再讨了，已经结束了，恶缘完了，就开始变善的了。现在很好，互相的默契和和，这个好的时间没有了，缘分尽了，还清了，就开始变恶的了。这就是无常，不要以为现在你跟谁好跟谁坏就永远是这个关系，不会改变。所以这世界讲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像美国以前拼命的跟什么人家打，现在好朋友嘞，战友嘞，是不是？你会相信吗？所以没有一定的，这世界上没有一定的辞掉论说。你要有这个观念，无常的关系，这个世界是无常，所以不要以为你现在遇到好很开心很高兴很狂欢，乐极生悲啊。不要以为你现在坏很伤心很生气很灰心很消极很失望，否极泰来啊，就是这么一回事。人生就是起起伏伏，哪一条道路是平的，走到底，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坎坎坷坷都有。无常，无常，这就是佛教教给我们的道理。无常，你活在这世界上，既然是无常，不要这么执着。你看我们小时候这么样白白嫩嫩的，这么样年轻貌美的，你看会老嘞。所以相信时间过了就老了，皱纹就出来了，白头发就来了，谁喜欢这样？那高就开始缩小了，骨头怎么会缩小？名字叫做什么？骨质疏松症，昏倒。以前小孩子没有牙齿，嘴巴很芳香，每个人闻都有奶，什么奶油香，不是的，奶水香，很香，那 baby 开始长牙了，开始吃东西了，开始成长，开始蛀牙了，开始嘴臭了。你看恋爱中的年轻人，哇，吻得很 kiss 很好，你看结了婚，你就注意看，哇，早上起来啊，对不对？哪一个还 kiss 的啊？嘴巴一张开来，每个人都昏倒啊，是不是？所以整个来讲是无常啊，哪有永远的爱啊？不可能的，是不是？永远的这样子甜甜蜜蜜，不可能啊。你们举例啊，有没有从头到尾都不吵架，甜甜蜜蜜，互相爱来爱去的夫妻啊，男女朋友啊，永远牵着手的啊，永远含情脉脉的，眼睛放电的，就同一个人不对其他人，没有啦，你们找出来啦，没有啦，因为无常的世界嘛，我们都在变了，何况别人不变嘛？从小那么样纯洁，现在变得这么老，哪一个人不变啊？外貌，我们的心也许还是18岁。可是偏偏外表就一直变啊，所以这叫无常，这叫无常。所以呢，在这样的无常世界里，好坏灾变是正常的。美国有曾经富过，现在开始要落，像英国以前曾经大国，现在不是大国了，占有了多少的殖民地没有用。我们在经历这个过程，美国会未来的这样吗？不知道，但尽一份心吧，让我们一起尽一份心。他竟然讲每半年做一次，做3年，我们试试看。今天是10月10号，2012年，半年后是哪一个月数？已经肯定是2013年，
四月十号，四月十号我不晓得有没有回来，反正就是半年，就是那四个月，我们再未来做一次吧，试试看。我们都希望美国，也许不敢祈求像以前那么旺，经济那么好，让每个人股票都是几百万的身家，不知道了，对不对？我们希望能够帮补一点就帮补一点吧，尽一份心。好，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结缘，祝大家。